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地下油车的宝箱韩字线，明朝1.3一条龙，黑海岸全地图宝箱物资相关景点全收集，解谜黑海岸全岛泰提斯之谜。首先我们打开小地图，来到条绿大厅的传送点，传送点出来之后，我们往前，在我们的左前方有一个黑色的小方块，这个是库可可，然后我们跟他对话，让我们点击好啊，这个然后你们可以传送到这个小岛上，传送过来之后我们回头，这就能解锁这一个传送点，然后在它的旁边还有一个宝箱，我们先拿宝箱，拿完宝箱解锁这个传送点，希望会解锁传送点之后，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，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，然后贴着岸边往前走，在前方能够看到一个小建筑，我们来到建筑这里，然后这里同样是一个支线，叫什么飞岩研究员啊，我们跟他对话，然后左上角点击跳过，那我们点击旁边那个启动，那我们就按照这个路线往上跑就可以了，然后绕过这个紫色的这些玩了，然后进这个传送门继续往前，继续往前，有，然后一直往前，哇靠！喂，这个衣服，有的，哎呀，这衣服是什么情况？那个，喂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们勾手勾过去，喂。那，OK， 我们继续往前。然后我们清下怪，清完怪之后，我们进入旁边的传送门，然后我们回来再跟那个。研究员对话，左上角跳过，然后出现一个紫色金色宝箱，请我再看一下我们的进度，现在是50的齐长。